要紧，佮我嫁袂起。好气呢，连爸的金库拢藏伫倒。连爸的密码拢知，这王亚芳真正有备而来吼。卖叮当。哥。哥，我看你准备老哥啦，跟我生奶是无效的。像我阿芳不哪厉害哦，来阮家无几工啊，阮家忙透透，连把金库跌倒你拢知。可是啥的啦？要紧啊，做啥生意哦？敢捌听到？惊是无好了，无可能替你稳满。我收分租家的财产，我绝对爱把甲你这贪财的资布挂出去。我唔是王亚芳。你唔是王亚芳，对。你是曹丕王国小杂毛，干啦！你是宋山？这是你上喜欢的台语歌。我是红的。红你一个汉子啊！你不是王亚芳，你是红啊！你当作王建民老板就找的。你不相信？好，那呢，我就讲你上后悔的代志。头一件就是困袂着黄心怡，第二件就是困着何丽。在咱当里上讨厌的就是曹胜，因为比你缘投搁比好呀。这件代志你刚才跟我讲过，别人乱问你都无爱承认。我讲了有对无？你真正是红啊！要紧诶，就是我啊。咱娘做伙做过遐侪歹代志，我骗你是要创啥？我现在你骗我是要创？你不是在骗我？想，你是咧要紧呢？你个母甲那个王亚芳一模一样的，你骗母一个较顺眼嘞。你叫是我愿意哦。我顶个是要跟王亚芳做伙死，像知影出车祸才爆炸。王亚芳昏迷，我费用。我就叫王建民给我整做王亚芳的模样，我想要用这张面摕到我原本属于我的物件。若是我知影你安尼无，绝对给你拍到无人认得出来。刚讲你要出卖我，你若是敢出卖我，那呢我就甲爸讲，你半暝啊偷偷的走来家，想要偷看金库，看爸是相信啥？不，你安怎？要听我的无？好了，听你，像这要紧的，我刚才哦，你无像安尼马祖无同款，无看你有得个贵的。你想，有人遐嚣型，你就敢？你唔知爸足亲民的。我有给爸吃安眠药，我想要趁这几天，把爸的钱拢搬走。阿爸哪是这样？我就跟伊比拼啊！我即马是王亚芳呢，我会当设计予伊畏罪自杀，等我甲真正王亚芳处理掉，我就会当变当去我原本的模样，做一个作假千金啊！我竟然真正有巧呢，那你当初你选李伟了啊，想做咩牛啊？派遣侪废话，咱先来看卖迄金库内底有啥物件。要那无，这物件嘛是予王亚芳提走，你就无彩。来，好，加油！我是亚芳阿爸，我唔是曹凤，曹凤即马等你走路。你唔是亚芳。你是阿芳，我拄仔泡一杯茶予你，是你上讨厌的肉桂茶，你啉到想要吐出来，你想讲我无看到？你的房间弄到乱七八糟，迄幅图
予你用刀仔划到乱七八糟，迄就是你过去咧去圣地时阵会做诶代志。阿公，最后一个无法度改变诶事实，就是你敲迄粒棋。自你细汉，我看过大汉，我敢知算是我诶查某囝是？果毋承认？我是阿芳啊，是谁甲你黑白煽动讲这种白话来骗你啊？你替我黄安查咧动下手，你想讲我唔知？恁两兄妹啊，在厨房讲的话，我拢听着。跪了！爸，你们赶快，都给我跪了！你是真有够狠的，为了要抢财产，甲家己的面做甲亚芳同款一模一样，为了要骗我这爸爸，讲什么代志做袂出啊？这是你骗我的，想讲你有王亚芳，你就不爱找我。你还是卖你逼我去自首，想替我受罪，但是刚刚这地步，你可是讲我真做王亚芳，我就怀疑是吗？你可是讲我大哥这容易，我就快乐就轻松的啊！我受到这可能是你害的。到这当中，你阁不要反省哦！是你逼我用这种方式来争取我家己的权益，因为你的婚姻快乐比什么拢更加重要。你，我是苦劝你好好做人，你拢唔听，干了怪我这爸爸，你家己拢袂反省，完全无替这个厝在想，干了替你家己想。你莫一切代志拢怪方啊！你为好的方面去想啊！方安安用心计较，骗你嘛是希望留在你身躯边啊！哥，我告你，一支嘴好锐锐，恁小妹就是乌样乌样啦，甲你后歹呀！伊真叫你害死！你莫甲鬼叔伫个哥的身上。好。那你我就干死你！爸爸，爸，别爬，别爬了！你爬，你继续爬！我是你的查某囝，也安尼爬我，讲你有话你还为我跪下相信？爸，我爬去看卖，那你这样爬的王亚芳，伊就吃了，不是你是我妹。亚芳叫人在倒？我藏起来啊！我一想到就甲伊刷走，我一想到就甲伊刷走啊！即马伫倒位，我嘛唔知，快转工去找人问看嘛。伊若是，我甲考阮兄妹去看嘛。讲，唔讲我来拍个讲。我原本唔是去泼泼，我是替王亚芳甲你威胁，你又变下讲。你不是要嫁死我？你不是爱我回头？现在为着王亚芳，你敢我去要嫁死无？你对我到底有偌尔忠心讲啊？安怎？是唔敢讲，还是唔知要安怎讲？你原本不是讲你要做我的靠山？啊！不过你讲话无算话，所以我今日会当靠我家己。我袂甲你所有一切拢提顿，啊！你才知影小子给做你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我心脏不是快啊！手下安片，手下安片，给。哎，红啊！
袂当去。你若是去吧，死的就是咱。啊！你要目睭金金，看爸去死啊！你十分钟了，才敲电话救救火车，你爸就袂死啊！为何还要好爸？为何我照顾伊一世人？好啊！十分钟。你十分钟了才打电话，哥，你一定要徛在我这边。要那无只是把错做每一工，你永远让人看袂起。我即马去做。我死了，哎，我还有好你。那有可能只有这个钱尔。阿公啊，自细汉啊，阮阿母就做生意啊。啊，即马哦，要嫁来恁家做媳妇啊。啊，疼罔疼，该嫁嘛是爱嫁吼。啊，若是有倒位啊做了唔拄好所在哦，请恁哦多多包容啦。我警告你，恁造成查某囝困扰。卖阁改讲过你，啊！若无我看到一遍，我拍你一遍。你是做假千金的，卖阁浪费时间在你身上。你敢当大爸？好啦，讲会到来做会到哦。你是爸母了，爸收来。爸。阿凤讲啥？伊都坚持要甲达些物件摕到手，即马去找律师啊。你有甲伊讲要安尼做无？我应该讲的我拢讲啊，我警察无讲你平安无代志。爸，够放啊淡薄时间啊，我相信一定悔改。伊即马只不过破病，伊心内破病，头壳破病尔。我心脏病发作。伊连药都袂花吃，伊见死不救，就是咧等我昏迷不清的时阵，才好动脚手。安尼，我还替伊想。爸，凤儿落尾嘛是冲出来想要救你啊！没有啊，伤已经造成啊，安那弥补拢无路用。我唔管伊是心内有病，还是什么原因，伊才敢安尼做，非得。总是做歹理由，我等下趁一遍的机会，一概都甲搞坏。